银行证券拉升也没拉起大盘，题材全面回落。所谓一经落万物生，一经起万物灭，科技题材下跌还是以找机会为主，注意空头陷阱。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盘的大盘，大盘的话呢是微微高开冲高回落，当前的话呢还没有把昨天低点 2777.47 的低点给破掉，但是呢对于上证指数咱们前面讲到它给出一个五分钟结构的关键位，这个关键位指的是什么呢？例如说前面2815是五分钟线段上线段下，上一个五分钟线段上的低点2815，高点的话呢是2867，这是用最简单的多空结构的视角来去看待。意思说呢，向上如果说连2815都不能接触，它在五分钟结构上面来讲还是一个五分钟的三类卖点最弱的表达。如果说呢接触了2815，那么呢想要五分钟结构转强，它需要一个五分钟的线段上能够把2867上一个五分钟线段的高点，就是一个线段下一个线段上，他们呢能够达到多空转换，就是空转多弱转强。当前来看的话呢，大盘的走势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弱势的节奏，弱势的表达当中。当前呢对应的只是五分钟一笔上一笔下而已。好，值得注意的是像今天上午盘对应的像银行板块上午盘的话呢一度拉升，好，只不过呢银行板块也好，包括像证券板块也好，像当前的拉升它并不是这种核心的资金进攻的一种态势，而像证券板块的话呢上午盘一度拉升到 3%， 而后的话呢冲高回落，但是呢像权重里金融权重里面它并没有形成合力，对应的像地产，那么昨天红盘，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反包阴线，意思呢金融权重并没有形成合力，今天证券银行拉升最终都没有把大盘拉起来，但是呢题材层面却呈现的是一个全面回落，不管是像能源锂电固态电池，好，还是说像科技里面呢，像昨天数字货币呢是属于极强的一个表达，那么今天的话呢也是一个明显的回落，也就是说呢今天个股层面呈现的是一种普跌的一种状态，上午盘的话呢就下跌个股就超过4400家个股下跌，呈现普跌的一种状态。那么站在当前的位置当前的视角来看的话呢，核心还是在于资金对于当前的位置更多的愿意去试探而不愿意去主动进攻，一方面呢是因为市场整体的套牢盘比较明显比较重，想要一鼓作气的往上越过去，它需要有更充沛的资金，更强烈的资金的态度，以及呢更加明确的一些提振的真金白银的一些信息呈现，所以说当前的话呢对于市场而言是属于偏弱的一种表达。只不过对于题材层面的话呢，那么我们重点来看，例如像创业板指数，咱们在昨天复盘的时候讲到这个位置呢观察五分钟中枢构建，五分钟中枢构建的话呢，那么对应的从1512的位置，五分钟线段上线段下线段上线段上没有过前面高点，新的线段下呈现，这个线段下的话呢如果说1512不破，甚至连前面的线段下1533的位置都没有跌破，那么对应的在下午盘不排除这个位置的话，例如说惯性往下过之后五分钟线段呈现，而后的话呢新的五分钟向上线段的生长，就是五分钟中枢构建，只要说那1512的位置没有向下进行跌破，五分钟线段下线段上线段下后面的话来可以期待新的线段上，这是对于创业板指数。那么放眼题材层面来讲的话呢，那么当前既然说像证券银行拉升都没有把大盘拉升起来，而对于题材层面的话呢是呈现全面的回落，引起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分流，那么后面的话呢尤其是像当前注意一些五分钟节奏下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五分钟，那么放在科技视角它下的话呢，那么对应的不管是咱们前面对应的像华为也好，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消费电子等等，那么对应的话呢可以利用五分钟的节奏，这个五分钟节奏的话呢就是前面的五分钟好先端上先端下先端上先端下，后面的话呢可以利用五分钟的节奏，那么呢回落过之后是可以去挖掘一些五分钟节奏的机会点，
但是呢，这并不是下跌的过程当中去接飞刀，而是呢，哎，五分钟线段下之后，一旦有盘中有资金接力，例如说像下午盘或者是下周初，哎，出现资金在该方向出现涌动或者出现流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积极的把握五分钟节奏下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好，所以说呢，对于当前来讲，还是保持原有的观点，轻大盘，中题材，题材里面重科技，科技里面的话呢，注重资金的移动，五分钟的节奏来去跟。同时在这个位置的话，像今天上午盘量能是超过昨天量能的二分之一以上的，也就是说呢，当前这样的一个回落或下跌它是带量的，这样的带量的话呢，那么对应的只要说当前量能能够活跃，最起码呢代表的是下跌有一定承接。好，这是对于当前盘面的一个态度。好，轻大盘，中题材，题材中科技，科技里面的话呢，可以挖掘一些五分钟节奏下，结合呢近期股性转活以及呢首板模型。好，仅供参考，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好，再见。